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刚才我这边正在做饭啊，然后手机弹出来了很多新闻啊，都是同一条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那刚才这边呢，弹出来的都是这条新闻啊，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啊，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啊去世。其实，在疫情面前呢，我觉得最伟大的英雄啊，就是这些医护人员，因为他们真是用他们的生命啊，捍卫着这个老百姓啊，捍卫着这个祖国的这种安危啊。你想想，所有的疑似还有这个确诊病例啊，都需要送往医院去治疗啊。也就是说，医院呢是一个大的感染源啊，所以从医人员呢难免啊，由于这个疲劳工作啊，或者说这种啊，稍微一不小心啊，就有可能染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。其实从这个疫情啊爆发以来啊，这个奋斗在一线的啊，都是医护人员啊。不仅仅是这个院长走了啊，还有好多主任啊，还有好多默默无闻的人啊，都为了这个啊祖国的安危啊，还有这个老百姓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向这些医护人员啊，向这些真正伟大的英雄致敬啊！好，那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为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点赞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，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